我知道你联系我，但是我有责任在身，虚誉不可忘，你得成全我。 就做干将莫邪。若是咱们俩都死了，还不能把他们救出来，好歹也落一个以身祭剑、不苟活于世。我去跟外面那位道个别，安他的心。 你觉得这孩子他变了吗？死过一次的人都会变。我本来没打算带他来京的。人生忧患，识字时，他还没认字，就已经注定半生忧患了。 怎么了？舍不得我要跟我告别？事情做成，恐怕日后难得相见，提前来告别。难得再见，朝廷不是已经赦免了你们的罪行吗？啊，你可以留在京城奉养你的父亲，儿时的宅邸我也可以想办法帮你复建，上还了你。 这般大的口气，说的好像你已经当了皇帝一样。不可乱说。哼。哎，说真的，今天我这颗脑袋要是叫你朋友给砍了，那此刻我们就算是在诀别了。你也担心？那你还去？我答应了我爷爷。 就像你也答应过我，事成之后又留在京城，看着你当皇帝啊。这件事情办成了，你我之间的仇恨应该一笔皆过。我们还有很多事情，日后可以慢慢聊。努尔干都斯那些人什么时候赦免回朝？ 你什么样的昭告，你什么样的借口，这都不是一言而定的事情。如果你决心要办掉此事，就不应该中途跑了，否则我去就没有意义。我明白，你自己小心。禅房里那位姓徐的朋友，是不是此刻正磨刀霍霍，杀心大起啊？ 我听他说了，你们又斗了一场，偷袭而已，别听他吹牛。你英勇无敌，剑法天下第一，何必要去跟一个反贼争什么高低呢？如果我跟他争的是你呢？ 你说我什么都行，只是别忘了答应过我的事儿。我答应你什么了？嗯，我才不要留在京里呢。等这件事成之后，我就走。去哪儿？和谁？你还管那么多？我小时候听人说过，那些从海上回来的人说，大海的外边啊，千奇百怪。 总有一天，我会和许斌哥哥一起，搭上一艘船，走走停停，就这么过一生，岂不是很好？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反贼就是反贼，皇孙就是皇孙，当然不一样。行。
你想去哪儿都行，不过走之前得想办法让我把你给忘了，否则你哪儿都别想去。你们新编的词儿吧？这是我让他们说的，还行吧？各位姐姐，谢谢胡大人一点小钱，谢谢，这是小妹的一点心意，钱不多，太子妃都说了，谢谢，我就是小猴子穿官衣，谢谢。你们要是心里不高兴，私下打我骂我都行，谢谢，可面上得多捧着点儿。提前谢过了，胡大人太谦虚了。他们心里肯定想，我这是小人得志。你忘了你当时是怎么骂别人了？来来来来来，祝胡大人芳龄永继，福寿绵绵。哟，今天姐姐们都来了，可真的是捧我场啊！来，一饮而尽。胡大人前途无量，再这么说下去，我们就没脸没皮喊你姐姐了。来来来来，都拿好，都拿好，都拿好。谢谢姐姐。那就吃好喝好吧。你说那群大太监还在那鼻子插粗装大象呢，引过来敬酒，过去调戏调戏他们。以为我不敢啊？走啊！算了，嗨，有什么不敢的呀？你都是有太子妃撑腰的人了，他们还敢难为你不成？你都有自己的院儿了，要不今天晚上找个漂亮点的侍寝呗？我找你。这是上医局的主管给你的，妹妹，你还真当咱们挣不到钱啊？你现在虽然比不上你姑姑，可那也差不到哪儿去啊，他们都得轮番着来孝敬你。以后你把我调到你身边，这些事儿我帮你来打点。哟，姐姐单独来了，我可受不起。你现在是上一附属了，可得多提携提携我们这些老人啊。姐姐言重了，这杯酒喝了。太子妃看得上，这日后啊必定前途无量。留着赏人，咱们上膳局啊别的不行，这妹子想要吃吃喝喝的总还是有的，多的不敢讲，这皇上能吃的咱们吃，他吃不着的妹子想吃咱也有。五千，就这点小钱啊？上膳局可是咱们宫里最肥的地方，真小气。五千两还是小钱，那要大钱还不得一万两两万两。吴善祥，谁呀？给贵妃娘娘请安。
娘娘怎么来了？听说你当官了，过来给你庆祝一下。不敢，折煞我了。快起来，来，跟我讲一下，你这官儿是怎么得来的？太子妃赏的。你们听好了，就有这个狗奴才，拿着主子的命，当升官发财的台阶。太子妃到。哟，安贵妃你也在呀？在呀，我怕我的妹妹又丢了，所以啊，就早早的请胡大人把药赏给我，省得我这不死不活的招人讨厌。既然来了，给我倒一杯吧。您是喝了不少酒吧？要不然怎么酒言酒语的？现下嫖妃已经找到了，若是不得灵性啊，我保证往后再也没有人扰您的清静。我们这些宫里的人呐，等到将来走的时候，全靠他们伺候。这手头一松一紧的，差别可是很大的，而且是大得很呢。日后啊，你会慢慢知道什么叫高处不胜寒的道理。好好吃喝。恭送太子妃。多谢太子妃。舍利子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你猜我梦到什么了？现在就连念经也挡不住你做噩梦。哼，你梦见你杀了他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起杀心的时候，就连佛龛里的菩萨都会动啊。是菩萨告诉我的。骗人！你说我见了我的侄子，应该跟他说什么呢？那我总不能说我错了，你做皇上吧？这不是笑话吗？你若做慈祥，又何必去见他呢？古人云：心动神知，若无忏悔之念，我看你即使是去了，恐怕在地下也骗不过去。太祖高皇帝又岂是上当受骗之人？我又岂是被蒙骗之人？偶尔我觉得不说话的死人会更安全。嗯，他比我年轻，如果有一天我死，他还活着，他对后人怎么说？我总不能从坟墓里爬出来反驳他。他要不接受呢？我来问道，无于事。云在青天，月在平。好好谈一谈，世界上大道轮转，叙叙离情也就是了。你就应该不改初衷嘛。啊！不改初衷，我办不到。我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。Thank you.
人到了吗？已经到了，在第九层，一共三个人，其中两人佩刀，中间那个没有武器，戴顶斗笠，密不示人。山上的人都清理干净了吗？神机营五天前已经肃清。一个人喝酒真没意思，哪位兄弟愿意与我共饮啊？他们要看着你，不会喝的。太尊请喝酒都不给面子啊！你当他们是谁啊？这二位，一位是蓝玉大将军之后蓝田，举族被斩；另一位是驸马都尉之后。那边那二位是济南城守将铁铉之后，如果国家没有改朝换代，以他们的才能早就是一品上将军了。在外面碰见燕王府的世孙，恐怕你还得巴结他们。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？要是没有改朝换代，我们家的人早让建文给斩尽杀绝了。朱家的人抢天下，你们跟着卖命，为什么？为气节？哼，不还是为了功名爵禄？哎，你们若是愿意投我，我保你们有官做。说的是啊，你当真这么想？想亦无用，过了今夜，咱们相忘于江湖。你是谁？我是御史大夫景清之后，我奉命来传递皇上的话。景清的孩子吗？对。让他过来吧。皇帝，不必下跪，我不是皇帝。我只是个僧人而已。
陛下，您怎么打扮成和尚的模样？打扮成和尚模样有什么稀奇的？过去我还打扮过皇帝模样呢。寿命一天，既寿永昌。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这是传国玉玺。当年左龙始皇帝亡了赵国，得了和氏璧，把和氏璧雕琢而成，以后历代相传。你看这一角有一块残缺，很清楚看它是补上的。啊，这是当年权臣王莽倒逼汉末主刘英交出玉玺，太后一怒之下扔在地上摔坏的。啊，我掘第三尺都没有找到，果然他拿走了。他把玉玺带来没有？回来。这个放在最后问。我时间不多，你问他住在哪里，我想上表尊重他做太上皇，他肯不肯？好不容易从那里逃出来，你当我肯轻易的回去吗？皇上说他深感内疚。其实他做了太上皇，平息世间流言蜚语，岂非更好？我这些年并没有一日偷懒懈怠，长城外平静了很多。我不过是让他来祭祀祖庙。皇上说他已出家，就无家可归，也无足可寄。怎么连祖宗都不要了？上去问他。我若说了，不要责怪我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他已经不需要太上皇的名头了，更不需要取什么宫殿，连世俗的姓名也已经不需要再使用。祝山和祝公没什么分别，姓朱和姓王也没有分别，都是有情众生。请皇上不用担心死后的事情，只要是能够为苍生造福，就算是对不起他一个人，也是很小很小的事情。说得好听。
这么说，他肯把玉玺给我了是吗？我想建文皇帝是想安陛下的心。他说他已经是方外之人，这次若非为了努尔干都斯的几万靖难遗孤，他是不会来的。请皇上安心为天下人做事，不必再耿耿于怀了。让我安心做皇帝怕是不成。我常做噩梦，梦见我爹呵斥我谋逆，拿着剑砍我的头。我有时候醒来啊，痛哭流涕的醒过来，惊慌四顾，一时不知道是不是还在梦里。如果你能接受做太上皇这个位置，我心里会稍安些。可是这玉玺还是先收回去吧。去吧，去问他。刚才建文帝说，如果你要把这玺还给他，还有另外一番话让我讲给陛下听。他说，这一方小小的玺能决定天下人的生死，可是使这方玺的人却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决定，这不是一件怪事吗？
是啊，这东西既非根本无用。他说如果他成为太上皇，就真的能够安陛下的心吗？只要陛下能悔悟当初，及时补救，这些噩梦会自然消退。他还说，如果陛下觉得这个答案还不够满意，他就把这血扔进海里，让他从此不再面试。我还有问题。你的问题，还是我四叔的问题？我的问题，请讲。我自幼父母双亡，我从小就被人教导一定要报仇。我也起过誓，如果我能够活下来，我这条命就是一把利刃，换来所有活着的靖难遗孤能够平安返乡，然后这一切仇恨就烟消云散。可是之后呢？之后该怎么办？我该靠什么活下去？好孩子，没有对你好的人吗？也有吧。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他们。我想到他们，我的心里就像有一把锥子，心思一动就刺得疼。你用仇恨做粮食，我四叔用恐惧做粮食，都是一样的不安。你要相信，你有这个发心，便不会死掉。前面还有大福报等着你。可是我看不到前面。说说我四叔的问题吧。皇上他说，您如果精通佛法，那您知道他来生会是如何吗？我把两个问题合并成一个来回答。我四叔刚才问我，为什么把玉玺还他？我还他，是因为我不再需要他了。我不需要任何东西来抵抗恐惧。我已经到了知足常乐，什么样的境况，我都能够开心地活下去。当皇帝就当皇帝，当僧人就当僧人。对我来说，没什么分别。这是我这一世的功课。至于说来世，何谈来世呢？如果你觉得这辈子失败了，下辈子会怎样？其实，这一辈子都没活明白，又何谈下辈子呢？一世命即是万世命，你做不了皇帝，也做不了僧人。不反思和改变自己，心不能安，到哪里都会被苦恼困扰。要与自己讲和。记下了，谢谢皇帝陛下开示，谢谢。要与自己讲和。四叔，你老了。少说废话。
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，我就想当面问你一句，你要用大话欺瞒我，我还是可以杀你的。皇帝，不妨事，请问，如果我死了，你召集旧部，祸乱天下，我会不会后悔今天没有杀你？会吗？你们把刀放下。我听说皇太孙跟我的旧臣做了约定，以他的脑袋来压我的一条性命。是的，他很年轻，还没有大婚，我还有别的孙子。那么好，请他们两个人把皇太孙接回来，我的命听凭四叔处置。你少扮可怜。这位小姑娘肯以自己的一生来搭救努尔干都斯几万条人命，她虽未学佛，行的却是菩萨道。我修佛这么多年，怎么能连她都不如呢？生死这一关没有看破，我是不会来的。四叔，如果我的死能还你安心，动手便是。皇帝，你若要杀他，须先杀我。只怕你的心魔是越来越大，太孙为你做的所有努力，岂不都只是个笑话？皇帝，建文一死，死在我攻进应天那天，自焚而死。我何须再杀一个僧人？多谢大师开示，今日相别，有缘再见。皇帝走好。您这是做什么？将来如果你碰到从努尔干都斯回来的人，请替我磕头道歉。两位皇帝已经走了，这个局可以散了。
局扯平了，我们再来过。哼，局已经散了，没有比的必要。我们的局才刚刚开始，你可以认输。放心，努尔干都斯那些人，我会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。如果救不出来，我自裁谢你。可是你，你要尽快的离开京城，有多远走多远，永远都不要回来。孙姑娘不值得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。这是你的想法，还是他的想法？这是你输了的代价。山会作坛，萤火成烟。